你在做啥嘞？我给妈妈泡米饭，天天吃面也吃腻了，想换一下。啊，炒点米饭是吧？啊。这个火腿肠。嗯。那个菜。啊。人家给你看个好东西，你等一下做完饭了我给你看，是那个。妈妈，我好紧张啊，好想看。你先做饭，做完饭，等一下给你看那个。灶，柴火灶。哦。带回老窝的，一个粉丝姐姐送的。是吗？对。哎呀，太好了。很漂亮的，但现在还没有组装好，等一下给你先看一下那个。好吧。我的炒米饭好了，有没有食欲？还行。给妈妈尝一下就知道了，好不好吃？是。给妈妈炒的米饭，你坐着吃吧。你是好长时间没吃过米饭了。吃。你上米炒的米饭香了。香了。你给拿切点黄瓜片片，秋上吃。俺老婆人家吃米饭，现在放点黄瓜里。是啊。意思可能吃上解腻的嘛，是这样的。哎，我解了。你吃一口盖，再吃一口米饭，是吧？大家好，我是涛子。四百里，大家好，我是老蜗牛海米。那个就是之前在丈母娘家过年的时候待了几个月，然后有好多粉丝看到那个说那个米家的那个。做饭那个灶不行，当时给我说让我去那个帮忙改造啊一下，做个我们中国的那个柴火灶，当时那个因为时间关系吧，所以一直也没有做，前两天有一个那个一个姐姐，一个粉丝姐姐，她联系到我说她是做那个柴火灶加工的那个，就他们是开厂子，然后做这个灶头的，就是这个柴火灶的，就联系啊我说那个想给你家，寄一个柴火灶，让我去老挝时给你们带到老挝去，让你家去用。也看到你家那个就确实不方便，就是也比较不卫生嘛，那个灰尘太大了，哎，那个记得今天已经收到了，收到了，对，我那个拿出来我们简单看一下，过两天就可以带到老挝去给你那个爸妈妈他们用了，感受一下。刚去街道拿回来，你看，我的天哪，只有这个一个都货币上都满了，那我们那个东西呢，哥哥嫂的衣服呢，要放哪里？还有两个烟筒，这个是一个桌子，到时间在上面旁边可以放菜呀，放调料还是比较方便的。拿不上吧，拿下去放家里吧。这个好重，这有四五十斤嘞。放着吧，放着。这个它的质量很好的一个。放着放着，哇，只有这个啷个这个东西都后备箱都放满了，想办法放吧。摸摸一个。我慢慢走，慢慢推啊，你。我慢慢走，慢慢。慢推会慢点，别拉，那咋个会咋个，老怕就那个简单说来是做饭的一个灶，对，然后那个是对，那个是烟筒，把烟可以排出去，哎，这个就是放在可以旁边给你说放点碗，放点调料，然后这两个里面就是那个灶头那个，这到时间回去要组装的，这拿回去给你们用应该挺方便的，因为你们那个灶确实太简单了，是不是？就是简单，这个我们就先不拆了，嗯，因为你拆了以后就不好装了，我们先这样装着，到老挝以后回去了我们再那个再组装，行不行？可以。这个好重哦，你都抱不动，我估计你试一下能抱起来不？我抱不动，你试一下吧，天跳一下我腰疼。来，那个就是现在看也看不出来效果啊，就是给你们看一下这个灶，就是组装好以后的一个效果，来看一下这个，哥嫂子看一下这个，给你们讲个，
长男。不厉害。嗯，真棒。这个它就是优点是火比较大。而且质量也比较好。这个人拿出来就是那个灶王一爆着，好重好重哦。咋了哥哥说啥？好的啊，对。这拿回去做饭什么就方便多了。慢了。烧柴火的嘛。嗯。你们不是家里柴火多吗？啊，就是烧柴火的。去看一下我哥哥和嫂子他们在干啥。煎。烧大木。把头那个脚饼。还能落奶。มึงนี่โอ้โหแต่ทำไมนานๆมาได้เมื่อไหร่มึงเมื่อไงแฟนคลับอันอีเดียนะพวกนี้สบายมันจะเราอันตรายนี่ไม่ใช่กี่นี่ขอบริเนียมแฟนคลับขอบริเนียมแฟนคลับสำหรับน่าเป็นห่วงเป็นใยดีนะนะก็รักดีแล้วก็รักครอบครัวรักเดียมโลดเกิดภายในครอบครัวชนิดเป็นห่วงดีแล้วแวดดีดีจะเกิดแล้วก็สุดท้ายก็ขอบใจส่งเป็นครับติดตามอ่ะตั้งแต่ยันดาลาวนายรถดาจินในกรณีตั้งเจ้าดาจินแกดาลาวตั้งอ่ะของขวัญตั้งจิมวบอันไงยันดาลาวอันอะไรแกดาลาวตื่มขอบใจ让我说的话我也没有那么多话来说句也没有那么甜我想说心里话我非常感谢这个粉丝姐姐给我爸爸妈妈寄这个枣。然后也非常感谢这个姐姐的喜欢和支持我们一家人。如果爸爸妈妈知道的话，他们会很开心的。有那么多粉丝喜欢他们，支持他们。然后我也非常感谢哥哥姐姐们的喜欢和支持我们一家人。